今天来吃姜母鸭。哇，哎、欸，你们有发现后面的背景怎么是完全不一样？对，今天在朋友家吃姜母鸭这样子。哦，这是一样三重的姜母鸭，很厉害哦。就是因为我上次吃过，我觉得太好吃了，赶快叫朋友再来。惊为天人，真的是很浓郁哎。哎，不吃还好，一吃发现上瘾了，上瘾了。我老婆今天就说，哎，不然来这边的话，就直接就请叶哥说买个姜母鸭这样子。这个这个，哎，我买的这个猪肉，请老板帮我切的，切的，它这个是有。梅花跟五花，对，哦，你用这个盘子看起来，对啊，看起来就很厉害。对啊，那盘子是专门装肉的，哦，装生鱼片也很漂亮。说说那个菜不行，最有名的鸭肉丸。来来来，坐好，真的厉害，坐好才有。我最爱吃的就是鸭肉丸。你吃看它的鸭肉，我姜母鸭，我就一直吃的是鸭肉丸。你们大家吃看那芋头丸啊，芋头丸可以做没关系，我这边完全看不到，只有他们家的鸭肉丸特别好吃。真的、哦，我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姜母鸭的鸭肉丸都蛮厉害，这一家特别厉害。丸子在哪？嗯，就是、这不是个丸子吗？丸子不是啊，那个姐姐的、哦、下手工丸子，手工丸。之前我买个香菜一个芋头。对。哦，我之前有吃他们的芋头，就他芋头很好吃，对，芋头超好吃啊！只剩下一些，我把它全包了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孩子他们家厉害吧？蛮甜的，而且软。孩子没有加米酒吗？有啊。有煮开吗？有。上次我们有请，就是一个店家说，哎，帮我这个没有，我都会加在碗里。加罐米酒，然后煮开一点。我会加在碗里。因为你是想喝米酒啊。不是想喝米酒，是要那样子喝才对味。有加、嗯，有加米酒跟清酒，还有清酒。我家现在清酒很多。然后我再喝红，我再喝红酒，这样子会不会 ？OK。你刚看我们家冰箱，你不觉得我家冰箱酒很多吗？对啊。团购是不是？没弟弟弟弟、哦、弟弟不要躺着看。清那个什么纯清酒锅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有有有，我之前也用过。像冬天我们真的有吃过，去武林农场。然后就是全部都是那个放海鲜。清酒海鲜，哇，完美。完美。对对对，我上次去武林农场就这样，全清酒锅。对，然后买鸡脖。它只有豆腐乳的，不用酱。嗯，不知道，没摘过。我刚刚跟他多要了好几包。哦，方通不是有酱油、辣椒酱油那种？对，辣椒酱油就很难带。哦，是哦，就没带。那自己包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好好吃哦。芋头啊，有吃进去吗？有，你好像是说那个芋头那个松的那个，那是市场完真的很好吃，另外市场买的。你干嘛？他其实之前都有买过，我很喜欢吃他们。我没有吃过哎、欸。可能那时候我都没在吃吧。他还有就是那个华东小因为它的芋头很香，就是它是整块芋头那种，松软对，松软三重立行路，这根本就不需要，这一咬下去，那个味道就已经散发在嘴里。一二路中间，哎，小心小心，你的那个来，对，跨年华东桥订好了，啊是啊，你的订好，你订了，我订了，你的丸子呢？真的，不然到时候又没有位置，然后要跟我瞧，我真的瞧不出来位置。应小玉的要求。来，妈妈。丸子，那丸子呢？丸子呢？丸子变到变甜，然后可以吃。我们买党蒿哎。啊、哦、有党蒿，等一下，我今天刚好看到党蒿，最爱吃党蒿了。等一下，刚少一点说再下，不然太满。我今天刚好看到党蒿，然后哎，马上才刚出而已，那党蒿。太烫是不是？党蒿。然后跟前进哨的朋友，肉，然后跟同在一起。现在刚出来还比较贵。现在假日就是那个儿子跟哥哥的聚会，嗯、然后就顺便是大人的聚会。嗯、我儿子在每个礼拜就在等这一天，他说这个礼拜哥哥有没有空？我们弟弟都要等晚上九点。对，他说哥哥。给你的时间，你是给你儿子多久啊？打电动大概打多久？半个小时，吃饭前后一小时，睡
睡前半小时。哦，所以吃饭前有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吃饭前他没有，他吃饭前的时候没有打给阿 U， 然后有时候阿 U 在线上的时候他说，我看到哥哥的耶了，所以了。他说，奇怪，他怎么没有加我？我说，他会加你，他就会加你，因为他玩的时候阿 U 还没上线，就玩到一半他才上线。还没说小一点嘛，然后因为阿 U 又是他要，就是我就说你要等哥哥来，才可以打电话。我现在想说叫那个外地原住民朋友来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来聚一定很好玩。可以啊，可以早一天啊，对啊。喂，他要上来。马路马，卫生纸在。马路马，拜拜。他是讲脏话。马斯鲁马拉桑，布农语，这应该是布农吧？什么时候？不是说晚一点才会开幕？他讲脏话不太响。可以，再小声一点。太吵了。对，大家真的。大家转元素，你在打。现在很推。三重姜母鸭，在我推之前，应该大家都吃到了。那我们是上次才吃到，我知道很有名，但我觉得姜母鸭应该不一样，有名就有名，但是差别每一家的霸位都不一样。对，我后来才知道每一家霸位不一样。这家厉害吧？强，我要喝汤，我要喝汤，而且它的汤一喝就知道不一样，它汤口不一样，对啊，够浓啊。连姜他附的姜都还没有，因为你那天走了，我们后面在吃啊。我说哇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这个连姜都还没有加，就这么浓郁的。啊，上次你有买去哦？对啊，不然他们这个礼拜怎么晓得要吃？对啊，哪一次啊？就上礼拜、啊，就七天前。上礼拜就去他们家。对，因为小朋友要聚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是他们两个最开心的。然后所以上礼拜聚完之后，我们就说好了，不然那下个礼拜换我们来好了。对啊，然后再继续姜母鸭。对，不然儿子一直问什么时候可以跟哥哥他们见面。所以因为小孩子的关系，我们大人聚会变得更冷。没错，其实会这个样子。有时候，尤其是你知道，就是像我们是有了小孩的话，其实有时候其实不是很好聚。然后因为很多朋友有小孩的很难跟我们聚。对，对。那你要看小孩合不合吗？而且他很厉害哦，我就说，你知道哥哥爸爸叫什么吗 ？Michael 呗。Mike 什么 ？Michael 啊 ，Michael 呗。不过他每次以前都叫哥哥爸爸这样子。我说你所有的哥哥都有爸爸，他们的爸爸你都叫哥哥爸爸。那如果有一天都在一起的话，你会认错。你一叫的话，会有一堆人回头这样子。我要你看，开始记。有一阵子我们就开始记名字。想跟我高中的朋友出去，然后他就是无忧，是说他都不记得人家的爸妈。我说，那他这样算不错，还记得那个西西哥哥的爸妈。真的。然后所以我就说，我说，等一下，我说那所以你知道威根叔叔跟卡伊吗？他说知道，威根叔叔胖胖的。然后我说那卡伊呢？他说瘦瘦的。就是因为这样子开始。对，他一直在记名字，是不是？不，没有，就是、他只记得小朋友，他都不记得大人。我觉得他要记得一下大人，那就记得小朋友的，就后面再跟妈妈就好啦。他不记得人家的妈妈长什么样，他长相都不记得。不记得。毕竟他同学他女儿真的长得是蛮漂亮的。哦，那妈妈真的是长得跟女儿不一样，差那么多。没有，就是他妈把所有好的基因都给他女儿了。很小孩像爸爸，没有爸爸也把他说的最好的基因。你看他们是一家，你看他们说是一家人，就是是长得一样，就是五官那些都是一样，但是那个最大的拼起来就是漂亮，是漂亮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截取优点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有，所以有时候有一对夫妻长得又帅又漂亮，就生的小孩。我不知道上次谁跟我说，就是他的儿子可能是景轩吧，还是说他的朋友，就是爸爸帅，也是妈妈漂亮，都是没有整哦。那不知道为什么小孩生出来就是跟他哪里怪怪。真的有，我有个男生朋友长得超级帅，就是很奇怪，很多都这样子，很多都这样子，就是有。
有些你生出来的时候，这是破颈圈的梗。就你生出来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刚刚好可能接去爸爸妈妈比较不好的地方，然后，但是就是要是有那种很漂亮的，然后刚好就是长得就是还有些接取不到爸妈的，他不知道接到。所以就有人说嘛，长超帅，有人说海底出猴子，对不对？像是鹿头。长得真的非常的，但他就是截取爸爸妈妈最好的，但是儿子生出来超像外国人，超帅。那全家基因没有一个像外国人。他长得像那边妹妹，长得还不像，他长得那边像是被路边捡来的人。好可怜。没有，会不会是那种还有一种是隔代遗传，就是比较像那个外公外婆、啊。阿U像阿妈。对啊，阿U超像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，我妈好像吃锅了，再聊下去的话太多八卦都要被挖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